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老公，你咳嗽呢？赶紧把咳嗽药喝了。老公，老公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给你拿错了，这个才是止咳药，刚才那个是泻药。有人。没事，效果一样。现在已经不敢咳嗽，再咳嗽就没裤子。对不起啊，老公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瘦的梗效果特别好的，不信试试啊。小姐姐，我喜欢你。Faker， 车窗啊，我请假洗。手机拿来。Oh no！ 这个以后是我的电话，以后我的电话必须秒接，我的短信必须秒回，听到没有？还有，这里以后是我的位置，以后只能我坐，听到没有？让开，今天就算了，干什么呢？大家是一家人，一起坐。加句词儿呗，演死人，你老要加啥词儿啊？那你拿的，我是那样人吗？哎，导演，演掉了，加个啊吧。哎，好嘞，空的，空的，空空空的。这是高手，哇！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Oh my god！ 哇！你干哪了？这是？我刚刚从香港坐飞机飞到这里，哇哦，飞了好久啊，好堵机哦。喂，你确定坐的是飞机，不是拖拉机啊？啊？可能是今天在飞机上太热了，开窗子吹到了。电脑是拖拉机，是你啊？是你？好巧啊！系好安全带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分开这么久了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假正经。我们还能回去吗？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？其实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啊。啊？你干嘛？你不是问我咱们还能回去吗？对呀，我是问你咱还能把车开回去吗？我男朋友还没上来呢。亲爱的，你怎么刚才不等我呢？吴超啊，忙吗？挺忙的，经理。我刚才好像看到你在外面吃饭呢。是这样的，公司每天中午都有15分钟的吃饭时间，这个点比较闲。你这么闲，我扣你工资，你不会埋怨吧？你要扣就扣吧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。嗯，习惯就好。今天晚上就留在公司加班写个策划啊。小鱼，你知道上班在等我的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被经理发现了。那你以后就去厕所里面吃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知道上班最在等我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就是上班了，活还没干完，下班了又来活了。吴超啊，加班感觉怎么样？我已经习惯加班了，如果哪一天不加班，就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。职务很高嘛，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，我弄个职务给你当当。什么职务？你建一个群，把大家都拉到群里来。然后呢？你当群主。就这么个职务呀？什么？你想干我的职务吗？不敢，经理。哼，你笑什么笑？这个职务只能请得到我的身体，但是请不到我的脑袋。哼！今天这顿饭我请你啊，还能让你请，我请。不行不行，今天我请我请啊。欢迎光临海底龙虾。喂！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。这就太大了，一点也不对人。服务员买单，一共1880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姐，一共1880。
深深，1880。别装了，累不累？装的很简单，强很。哎呦我的妈！特别有理。哎，老牛老马，你们俩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不是他不讲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电商为啥要对着你？那为啥要对着你呢？哎，你俩别吵了，按个摇头不就都？哎，怎么坏了？废话，哼哼哼哼、哎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有办法。嘿嘿，你这是啥？这个我的裤衩呀，套上，哎，好。我根本不是爱豆。完成了，怎么样，哥？不错不错，可以吗？明天我多叫几个人过来。What？ 哎呦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没事。你们也多叫几个人，嗯，别到时候说我欺负你们。哥啊，看到这两年专业不景气，现在干啥也不好干。要不你去做个人流吧？做什么？做个人流。做那玩意儿干啥？刚刚那个收音机姐姐说了，这个今天做人流，明天就上班。老公，老公，你过来。媳妇咋了？你看，你幸福不？这啥呀？你拥有这些，合起来就是幸福美满，少哪一块都不行。谁说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冬瓜，嗯，我刚看到一个报告，他说，恋爱中70%的男生都想着移情别恋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肯定不是这样想的啦，那我肯定是那30%的。那我们分手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人家还说了，剩下30%的已经移情别恋了。这二吃点什么？有痔疮吗？那我得问问。后厨那个有，那你咋做呀？是辣的不辣的呀？老弟呀，你挺有意思，我跟我哥们说话呢。我还以为你幽默呢。说不吃啊？有脚气吗？脚气卖没了。老弟，跟我抬杠呢？别老弟老弟的，你不一定有我大啊。我87的，你多大呀？我97的呀。哎呦，我打啥干啥？站起来干啥？打人呢？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你不是服务员啊？你不是服务员，你别站着。我们找服务员点菜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服务员呢？哎呦我，服务员咋的呀？你们知不知道这家店是谁开的？那请问一下，这个店是谁开的？不知道啊。哎呦我打干啥？打他，打包一份饺子，他买单。我给你报一下菜单啊，打包一份饺子，打包盒加1元，加不加？我加。哼。朱姬，在干嘛？去下楼下。好吃吗？给我扒一个尝尝呗。好的。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，我想和你一起看。